Selina 圆圆双脚拔飞，还被阿丢嫌慢，继续跑。Selina 真的很勇敢呢，不愧是3.1415的最佳代言人。Selina 日前傍晚和友人在松山运动中心跑步，慢拍，是有一点迟疑的，真的不觉得自己就是有完成这个事情的能力。可以明白为啥 Selina 出来蛋，因为半马足足有21公里耶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他去年呢成功跑完10公里后信心大增，今年挑战更高难度的半马，近来积极练跑，日前呢从黄昏跑到夜晚，一共冲了14公里。老公阿丢陪跑比赞，却表示你们速度好慢哦，我没戴耳机听音乐好无聊。想也知道这句话又刺伤 Selina 了啦。我觉得受伤这件事情对我人生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，就是我的疤痕，然后我的汗腺啊、皮脂腺啊，有一半的，就是只要我受伤的地方都是没有的。我的训练不是只有训练我的肌肉或者是我的心肺，可能我连的排汗功能也要一起训练。好了，谢谢，不过有这么完整的训练，相信 Selina 一定 OK 的啦。苹果让赖祝圆满成功，报道。随便当记者，全民做公益，独家爆料给苹果，经采用照片1000元，影片2000元，这是你指定的慈善机构，你爆料我捐款。